希望嘉欣永远开朗快乐。希望江月永远有人保护。没事吧？好，没事。我扶你吧。好。那不是嘉欣哥哥吗？嘉欣。嗯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喝太多了。那你在哪儿啊？今晚露台上徐念跟你说什么了？哎，没说什么。快，你都喝成这样了，快回去吧。行，我回房间。哎，这边。哎呀，慢点啊。哎呀，哎。咋？慢点，慢点。这酒下的有点墨迹，干了。大叔，你还好吗？还好。来，你今天晚上喝了这么多酒，要么你就别走了吧。我帮你在赵总的房间旁边再开一间房，怎么样？嘿嘿。你错了没嘛？你就说你错了，你错了没有？哎呦！哎呦！可真沉！别啥，别动！啊！你把我放这儿，你就给我走啊！别弄！快点，给我走姿势！你刚才换房卡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哎呦喂，你弄你可真不好！你过来，你摔我是吗？心动，来，几位，看镜头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好看！再来，来，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进去吧。我们也走吧。好。哎。哎呀！抓紧着点啊！
江月现在这个阶段，已经不会再去谈任何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了，你懂吗？徐总，不要把自己粉饰得完美无瑕。我呢，看出了你的危机感，但这危机感从哪儿来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以前不清楚，但我现在清楚了。现在，我正式向你宣战。小朋友，你要说什么？赵总，让两个男人都对你心存幻想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离嘉欣哥哥远一点？就连他车祸住院，你都不能放下工作来看他。在你的心里，工作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吧？讲究了吧？是这样吗？嗯。你怎么脸红了？最近大家工作都挺辛苦的，我特意向董事会申请了一次团建活动，地点就在同里古镇，大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哎，谁的？哎，这谁的箱子？走喽！江月，我想了想，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彼此了吧，我们在一起吧。赵总，你昨晚没回房间，是不是去了嘉欣哥哥？念然，我找你有事。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昨晚我喝多了，赵总顺路送我回房间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嘉欣哥哥，你现在眼里就只有赵江月吗？嫣然，我很早就告诉过你我的心意了，但你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意孤行。顾嘉欣，我讨厌你。我跟许宁远又是最匹配的，那我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他才对啊。可是就像我跟你说的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因为顾嘉欣。顾嘉欣应该是最不可能的。当他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我都能听到我的心跳声，我差点就答应他了。我跟徐总聊好了，这两天他来公司谈谈合作。不是，你们昨天约会在谈工作？不行吗？好，我们开始。我们林科科技所开发的恋恋饼这个项目。嘉欣哥哥在干什么呀？散会后请他吃饭吗？徐总到底满不满意？这小子有点碍事儿啊。原来他俩是一对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回到放着原来我们曾走吧，快乐走吧。多么希望时光的列车永远不靠岸，载着你和我。上次开会的时候，我感觉那个徐总好像对赵总有点意思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女人的第六感。那你说说，赵江月对许宁远呢，有感觉吗？有没有吃的？没有。饿不饿？饿。走，出去吃。好嘞。你不知道李嫣然从小就是块牛逼糖，那万一你喜欢他，你自己不知道呢？不可能，我喜欢谁不喜欢谁，我自己非常清楚。不过有时候也不太清楚，就是要这样才好看嘛。啊？我是说七彩的泡泡。你不对劲，你之前不是最抗拒上班了吗？
现在怎么工作态度那么积极啊？有吗？嗯，我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还不是为了哄我妈开心？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嘉欣哥哥，你猜我喜欢什么花？狗尾巴花。狗，你怎么不干脆说西兰花呢？走了，回去上班。怎么了？大半夜的。送给你的。仙人掌的意思是，说我美得太过锋利。不是。啊，仙人掌有另外一个花语，是温暖的坚强，和你很像。菜买回来了。这个啊，你让我买的菜我都买到了。我做也可以。别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徐总一看就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好男人。来，我给徐总记着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哎。除了想要放点醋就完美了，主持人。哦，我确实没放醋，因为江月不爱吃醋，你也应该挺爱吃醋的。其实我也爱吃醋。来吧。一起吃醋，来，徐总。不是警察，我是一个离婚律师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